我哋都有 keep 住，即係成咁多嘢 keep 住去。七日開始我問公司，我哋可唔可以探我啦？咁但係公司就話，因為醫院有人犯，我哋真係唔可以咁多人去。咁所以咧就最尾，同埋阿波而家都未方便見大家住，咁所以我哋都只能夠透過公司去探阿波。咁但係我哋 keep 住都有去 update 阿波嘅情況，只能夠問。有冇揾到阿摩爸爸？我哋都未揾過，但係公司係真係都有 keep 住同阿摩爸爸去 update 佢情況啊，有啲咩需要幫助啊？係啊，佢即係因為我哋都真係好心急，想知道究竟件事點啊，又或者好心急知道屋企人點樣啊？佢哋安唔安頓到啊？咁就公司即係回應佢都係 keep 住同佢哋去溝通，有咩幫助可以幫到佢哋嘅 keep 住。係咪都好想盡快過？咁都希望快啲盡快有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俾大家知道，即係因為知道大家即係每一位都等待緊，咁就希望盡快會知道啦，大家。你有冇問下波斯知唔知嗰個報告大概幾時會？其實我哋都有 keep 住同公司問公司，而公司亦都有 keep 住同佢 update 嘅。咁對上一次嘅答覆都係應該就快。我相信每一位嗰日嘅表演者啦，甚至觀眾，其實都經過嗰一日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喺自己腦海入面啦。因為呢件事始終係一件好震驚嘅事情，咁我自己都用咗一段時間去消化，同埋都的確反思咗好多事情。咁而每一位兄弟，其實大家嘅可能大家復原的程度都未必一樣的，所以大家 都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才會可能再次見大家。可能我估我們整個團隊最大的反思就是希望覺得自己以後可以，難得我們有我們的影響力，或者我們有我們的資源，我們希望可以以後可以做多些事幫身邊。是不是很迷失呢？迷失就有的，一定有的，因為不知道怎樣。但是我 keep 住都是慢慢調整翻個情緒，即係呢啲都要時間去令到件事可以 move forward。咁所以都是慢慢繼續調整啦。咁總之就都有因應我哋嘅即係情況，心理情況啦。咁就再安排工作啦。仲有 keep 住我就冇嘅而家，但係因為我哋事件發生嘅時候咧，咁公司就好擔心我哋情緒係點樣，咁佢就請咗醫生顧問去就同我哋睇下檢查有冇事啊，或者聆聽下我哋點樣啊咁樣。咁就即係譬如我 IG 所講嗰啲情緒係有發，即係真係有發生嘅。咁原來即係睇個顧問，咁醫生顧問佢都話我原來好正常嘅，咁自己都會原來呢啲係正常嘅反應嚟嘅，咁自己都會安心。咁而家就冇嘅，但係都要時間去慢慢真係你叫我而家 100% 咪冇事唔係咯，咁但係都要慢慢去一步一步俾慢慢去恢復啦。咁第二日咧，你係話因為心理狀態仲未恢復，所以推咗套戲啊嘛。咁你依家自己個狀態又會唔會好過好咗啲啊？其實前演嗰件事係因為即係以前做過不同的訪問，都有講過話啊，我好想參與電影的演出啊咁。咁終於迎來了一次好難得的機會啦。咁其實我就覺得，即係做咩作品都好，我都係要自己200% 去預備好，要尤其是特別是演戲要好投入揣摩的角色啊，亦都要全程投入個拍攝。咁其實真係作出前面呢個咁重大的決定嗰陣時，係講緊8年嘅事。咁而電影公司佢哋都好好啦，即係佢哋多謝佢哋體諒，咁佢哋就 offer 話啊，咁不如我哋等你即係心情調整翻、沉澱好啲，我哋睇下10月會唔會再拍啦咁樣。咁但係我當時嘅諗法就係、是，即係一嚟我就唔係好想拖延大家嘅進度，即係覺得要可能成個劇組百幾人等我一個咁樣；二嚟就係其實當下嘅我又真係唔能夠完全。肯定我十月就會沉澱好啲㗎，我就可以投入去呢個角色咁樣，咁所以先作出咗呢個決定。係啦，咁如果係即係譬如而家如果問係咪真係完全好似平衡
翻個心情啊，沉澱咗，咁就當然唔係嘅咁樣。咁但係係咯，我覺得反而即係我自己嘅心情又唔係我最首要諗嘅嘢咯，反而係我覺得係諗下身邊有冇人需要幫助，或者係點樣嘅，睇下自己可以做到啲咩，我覺得係緊要。咁啊，姜同同屋企人去完旅行嘅心情都會唔會好啲，中意嘅？心情啊，一定 去完旅行是跟家人一起的心，即都难得以来出道之后可以跟家人相处那么久，也都趁这个机会在旅行期间跟家人又讲了很多这几年的心事啊，或者怎样，因为真的太少时间接触，所以 都是有 有好的，一定是。情緒啊，就冇啊，其實大家都即冇乜太多去講呢啲嘢，因為其實都知道呢件事係即一提起就會唔開心咁樣，所以與其旅行中就即我哋唔會話成日提咯，係咯，咁盡量都係我都係希望帶佢哋老人家開開心心咁樣就得咯，係。哇，係呢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因為我都知道，我嗰日睇到個新聞嘅時候，我都有問嘅，或者點解啊，或者點樣咁樣咁樣，跟住佢哋就話係因為佢哋申請唔切，嗰、那個通道咧係要提早申請，咁佢哋阿 Lo 佢哋去旅行嗰個決定咧係比較即係比較急嘅，咁所以就嚟唔切辦咁樣，所以就因為我就好早之前就喺度同公司講話想帶屋企人咁樣，咁佢哋就可能有提早個通知咁樣，係。其實你哋咧十二個咧又冇話即係。對舞台，即係仲會有個優勢，因為我哋暫時又未真係再搭翻上舞台，我又我唔可以搭十位一定有或者一定冇。咁但我相信經過今次之後，我哋每一位同埋所有相關嘅人士，一定會更加注重呢一個事項。即係我呢一次事件之後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更加關注安全呢個問題。咁希望之後就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但有些網上都有些 hater 咧，係咧，好似落井下石咁樣啊。咁你其實會唔會睇呢啲 comment 或者都睇完唔理佢咁樣？所以我想講咧，就係我希望，我一直都希望網上面而家又好啊，點樣都好，我希望大家唔好真係有太多攻擊嘅嘢發生。即係我明白你哋可能有好多嘢想講啊，點樣？但我好想喺呢個期間。大家真的可以俾多啲力量，俾多啲包容，俾 dancer， 尤其是 dancer 蘇晴佢哋，因為我覺得即係佢哋嘅感受係大家都理解唔到啊嘛，所以俾多啲包容，即係我哋始終都相信我哋係一條船，即係我哋係可以一齊行噶嘛，所以係咯，所以希望大家俾多啲支持，即係你唔中意嘅可以唔睇，即係俾多啲係咯，我哋呢個期間即係需要多少少大家嘅支持。我覺得網上的 comment 其實即不嬲都會好有很多比較 冷血啲啊，或者可能因為不喜歡我哋啦，而有很多一啲比較難聽的說話。咁其實我哋自己很習慣嘅，其實都即係都我自己就選擇唔睇啦，由得佢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即係好似姜豪所講，其實即可能香港人不嬲都比較 harsh 少少或者 mean 少少，我覺得。咁但係其實可能。這個世界或者這個社會真的需要多些的愛，即是未必每一個人的承受能力都可以承受到，還有你可能很簡單打幾隻字，還有在網上發表的東西可能對別人的影響是很大的，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都是將心比心，即是大家多些同理心，那件事就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，是的。我跟 Angela 其實是好朋友來的，也都其實都聽了這段傳聞一段時間的，間中都看到，但是都沒有給太多回應，因為都不是真的，可能因為之前合作得多，所以大家有這個疑問，但是就大家純粹好朋友而已。因為我說何時是你們新歌說如果宣傳都說要靠粉絲，那怎麼說要宣傳呢？我們的粉絲一向都真的很疼我們的，的確就是他們的確經常會幫我們做很多的應援、啊、和宣傳，而且是自發性，其實咁多年以嚟，我哋都覺得好感激佢哋，同埋好多謝佢哋咁愛我哋。咁所以我哋嘅回報就係我哋一定會
做好我哋每一個作品去報答佢哋咯。咁而公司上面公司係咪就冇投放資源俾我哋？咁絕對唔係嘅。咁其實公司一直都即係每一首歌啊，每一個 MV 啊，其實所有都係好多唔同嘅資源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越嚟越好咯。公司將嗰啲資源主要係即係佢會即係佢覺得我哋唔夠好喎，所以佢就會俾好多資源俾我哋去學多啲唔同嘅嘢，或者學譬如我學好唱歌咁樣，咁我即係聽翻公司咁樣。咁所以其實依啲所有嘢，即係我覺得係每間公司做法會有啲唔同，咁即係可能係咯。咁所以就公司就要選擇用呢個方面，想我哋嘅實力再好啲，就投放個資源喺呢個方面。係，咁但係我哋都好多謝 fans， 佢哋想我哋紅啊，心仲強過我哋好多啊，即係佢哋係好愛我哋，所以好多謝佢哋。好 ，OK， 多謝大家。我想問有冇信心下年補翻個演唱會？啊，好啊，咁啊，有冇信心下年補翻個演唱會？因為之前 ，OK， 好。好，好嚟。好，有冇信心下年補翻個演唱會？暫時都未有呢個消息住嘅。咁我相信都要等所有情況都穩定曬，或者知道曬發生咩事先，會再諗呢樣 action。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啊點樣，我覺得可以真係理解我哋嘅心情，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想知道真相，所以希望真係快啲有一個交代，等應該要負責嘅人負責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